小龙女与其母关系恶劣，传闻成龙是罪魁祸首。沉寂多年的吴绮莉高调复出，并小龙女一起接受采访。采访中她坦言了十余年来自己对于感情的态度，她还说自己当年争强好胜很任性，但是从来没有后悔过。而自打小龙女卓琳懂事以来，便一直吵着要见爸爸，还经常因此与母亲闹矛盾。还曾有香港媒体报道，小龙女又因为相见爸爸与妈妈闹翻。吴绮莉的好友还透露，就算卓琳多想见成龙，也不能说出口。可见小龙女对成龙这个父亲还是非常喜爱的。而自从吴卓琳举报母亲吴绮莉吸毒的事在网上掀起轩然大波后，成龙大哥的成年往事再次被推到风口浪尖。在成龙大哥获得奥斯卡终身成就奖的回港晚宴上，就被记者问到女儿举报吴卓琳的事情，成龙也一直黑脸没有给予任何回应。面对这种尴尬问题，林凤娇也忍不住发火说，不要问我。而只有房祖名很纯很天真，当时成龙不认女儿小龙女，但房祖名谈成龙女儿时却很念亲情，不仅密会小龙女经常一起吃饭，还称其长得跟她很像。除此之外，对于小龙女的赡养问题也一直是成龙遭受非议的诟病。考虑到妻子林凤娇的尊严，成龙表示自己的所有财产已经归林凤娇所有，这也是正是他对不起小龙女的地方。吴绮莉更是曾经多次在媒体面前强调成龙没有给小龙女任何的赡养费。